在茫茫宇宙中，有这样一颗不为人知的星球，它静静地沉睡着。突然有一天，一道光束从天而降，打破了这长久以来的宁静。光束在海面上形成一座小岛，在这座小岛上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同时存在。而我们的故事即将在这座被称为旋风岛的魔幻领域。往天往地忘记烦恼，狂风大乱呼吸，就会收起破茧机，大闹大声叫，做对做错做我自己。没有是与非和爱与恨的事，心里去叫去跑去找，远离那喧嚣。安静无人得到，张开手，闭上眼，听心跳呐喊。还没用尽全力，就不要先说放弃，大是大声叫，往前往地忘记烦恼，又失败了。老爸，你又在玩实验室吗？让我跟你一起来玩吧。我可是千辛万苦的在做最新研究啊。那老爸休息休息，喝杯牛奶吧。可米长大了，懂得关心老爸了，真是感动啊。虽然实验再次失败，但是可米给了我无穷大的力量啊。可米，这是什么牛奶？我是从你实验室里拿来这个的。哦，老爸带可米一起出去玩吧。老爸要休息了吗？可米啊，以后不可以再用化学物品当牛奶了。啦啦啦，买东西真开心啊！啦啦啦。算了，完全听不进去。啦啦啦，逛大街，晒太阳，心情好，乐淘淘。出门买个东西，犯得着那么兴奋吗？哇，有便利店呢！这孩子眼里看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世界啊？老爸找到牛奶了！啊哈，在这里耶！该回去了。排队结账啊，真是难得哎。话说，这位店长，放聪明点的话，就老老实实把这周的保护费给交了。你以为盲人开店，我们就会同情你啊？如果得罪我们坏蛋五人组，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是打劫吧？哇，打劫耶！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哦。可米，表现也太兴奋了吧？既然你不给，那我只好用抢的喽。OK， 账你收到，兄弟们撤！嘿嘿。谁敢光听我之下打劫？正义的使者怎能置之不理？这个声音莫非是？报的速度！你们几个别跑！请问那几个人结账没有？欢迎光临。
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啊。我说店长，他们没付钱就跑了。没有关系，能给大家提供便利是我的荣幸。什么？可米，这种精神真是伟大哦。老爸，我们也给别人提供便利吧。有道理哦，我能帮店长改造便利店吗？这样店长就不用再被别人白白拿走东西了。我是天才。啊哈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Yes， 大功告成，史上最强便利店诞生。啊哈哈哈，真是劳驾您了。没事没事，想吃一个。那么开始营业吧。好啊。店长，门在这边。啊哈哈哈！啊啊！今天好像没什么客人呢。这里原本不是便利店吗？怎么改成监狱了？那我们还是去小卖部买吧。好，这里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。哦，怎么闹肚子了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去便利店借个厕所吧。购物者请出示有效货币。便利店什么时候有这种规定了？呵呵，这就是防患于未然第一招，专门针对那些不带钱的家伙，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哈哈，尊贵的客人，请尽情选购吧。咦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欢迎光临。他那么急，没事吧？店长，你放心吧。就在前面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二招逆行的履带可以大大减缓或者滞留逃跑者，这个措施专门针对那些拿了就跑的家伙，跑得还特别快的混蛋。但是这方向为什么有点问题？啊哈哈哈！三郎好像很开心哦。怎么会这样？终于得救了。还有就是防止偷窃行为最有效的办法，镜子。这是什么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可恶，为什么老有种被偷窥的感觉？到底是谁设计了这么变态的厕所？眼不见为净，快点解决掉回家吧。但是总感觉有人在看我。我的妈呀，可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摄像头会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把摄像头伪装成各种形态，无处不在的隐藏在各个角落里，然后通过这个监视器。走开，走开了，可米，走开，你看我干嘛？可米，三郎好开心的样子啊。哎呀，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。一起来玩吧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那个变态博士，怪不得温馨的便利店变成三郎。可恶，为什么看到可米会害羞呢？还是快点走吧。哈哈，被逮到了吧。这是最后一关，每个人进入店内的时候都会被称取重量，然后在出店的时候再被称重。如果
前后重量不等，身上就一定携带了商店的物品。救命啊！我什么都没有拿，我什么都没有拿呀！我好像没有设定体重减轻也要受到惩罚。三郎，好好玩呐，我也要玩。我要回家。对不起啊，店长，我的设计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？没事没事，我很感激你为我做那么多事情。老爸万岁！我真是好感动啊，第一次有人欣赏我，欣赏我的发明哎。科米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好耶，老爸，老爸是最伟大的发明家耶。店长先生，再见。总算把他们给送走了。为什么我们还在逃跑？老大，那个家伙已经追了我们好几天了。你们几个给我站住！老大，要不就把棒棒糖给他吧！啊，不要！有转校生要来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帅哥哥或者靓妹妹呢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这部动画片里不会出现正常人。哇哈哈！下一回新同学你好，好期待呀！